通过太阳能发绿电，再用绿电制取绿氢绿氧。为什么叫绿氢绿氧？就是这个生产过程中它不使用化石能源，也没有二氧化碳和任何污染物的排放。我们这个装置呢，一年可以生产2亿方的这个氢气和1亿方的氧气。这个用到我们的化工系统呢，每年可以减少我们化石原料的消耗约32万吨，降低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约55万吨。